是一个很无私的人。有一次在缓和游行的时候，突然下着大雨，我急着去买雨衣的时候，结果被他买光了。就那时候他不认识我，他就赶快说：“他我这几件给你。”你看他这种小小的动作，让我非常的敬佩他。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无私的人哦。来，我们跟他欢迎一下。来，要一起吗？一起好，好，玉红，我有钱，我没钱啊，我这个人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介绍一下，玉红。哦，H.H.E. 台南铁路东的陈仁杰。我今天姐姐是阮家的弟妹啦，但是这种的，就是我无野药啊，私心的啦。所以我不是提好买来给我，这是歹的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但是我即摆讲的讲，今天讲实在，我最欢喜的就是讲，我感觉我今天要上这個，我感觉主持间敢那就是亲像咱大家拢爱食饭，足重要的物件。其实我会当熟悉伊，阮那个有人食饭也是足重要，所以我也感觉我足幸运的，当着主持人。啊，若当着足侪咱现场的这记者，哎呦，今天这个记者麦克讲实在，恁这人拢是，我听你讲一下讲，我会当熟悉伊，确实也足幸运，啊，足不幸的。因为若无老郑王精神，阮袂甲你熟悉。啊，我叫老郑王熟悉，甲恁这侪人熟悉。但是我感觉就是讲，我足幸运的是。因为我当初抗争的时候，我第一届当着主持人，爱搁阮遐人，搁看到迄、那个，爱甲报道了，啊，我人介熟悉，介熟悉，敢若几年、六年啊嘛吼。但是伊拢，阮遐人安内拢会写，会写。其实本头拢无人伫写阮啦，阮遐地方也无人伫知影。所以我常讲讲，土地头拄仔讲土地较重视，甲空气、甲环境拢是同款。其实咱台湾，确实我听讲，会当生伫台湾的这个所在，咱大家拢足好命的人，拢足幸运的人，也足有福报的人。但是咱这几年啊，土地征收了，我看到台湾足不幸，就是这政治人物、这财团，从来拢毋捌当作甲咱安尼好啊对待人。我听你讲笑讲，政府哦拢用刀互咱吃，甲咱当作征收的钱安尼，反正无你吃就好啊。所以我也感觉就是讲，台湾这个土地。是这个人甲毁掉的，毋是伊生出来就是这样。其实人这土地确实，我听较早细，阮阿公听阿公，台湾人足福气，做一担会当食三担，但是咱即卖做三担食无一担，因咱的粮食自给率足低啊嘛吼，刚剩二十外分的剩落去。这是了土地征收了，我较捌遮侪人，我较会知影遮侪代志，所以我感觉，我人讲起讲，我食五六十年才开始咧学。学安那爱这块土地，安那爱这块人，安那爱台湾这个人，安那爱台湾这块土地。环境的演变，我常在讲，足不幸就是讲，予一个乌巴送五六十个，佫行入街头。是讲人讲笑，讲较安慰人，自我行入街头，咱去街道睏也袂歹，因为街道的阮拢玩纳税金的迄种啦，阮也袂做。去行政院的抗议，因遐讲恁这边安怎？恁来搞清楚，即阮有纳税金的，阮是来甲恁检讨一下，看恁咧安那。但是我感觉，咱台湾对政府所用的物件，吼、哦，台语照样啊遐尼好，白体啊样啊尼好。我也想讲，即恁兜的钱嘛，恁今仔要用是毋是？恁今仔所用的，恁所做，恁是毋是爱为这個社会做一寡代志？我听你讲，做官毋是恁这么好命，恁一代大家拢能做官。有一天，恁的子孙会安那，毋知。但是咱是安那，无爱大家好来保护这个土地。其实阵啊，遮侪人甲阮斗跤手，其实了本钱，习事容易吃。战胜过瘾，过瘾再记者。其实我最幸运就是，遮侪媒体人拢甲阮斗跤手，周刊、天下杂志。我常甲伊讲，因遐有讲啊，你出名啦，报纸常咧甲你讲。因为我毋是歌星，出名对我来讲毋是无啥物好处。讲实在，我若是咧举猪头啦，出名有啥物好处？出名是抗议，搁无做工个，若无人来甲我斗做，这工个本来我来做，所以我感觉我出名有啥物好处？所以我感觉恁台湾人足奇怪，就是讲，即款代志照你讲起，不应该吼，这个查某人、这个囡仔行入这条，但是咱政府从来冇发现。我听你讲一项代志，敢若发生抗争是安怎要抗争？我两年外呢，所以我足想要告政府。哦，我就想要告，原来县政府若要告行政院啊，
恁敢毋知农夫爷恁敢毋知？我听甲恁讲，我无精神是安尼无精神。啊，恁若知影我是安尼无精神，但是你是安怎阮遮人行两年外？你较出来讲农夫爷讲，啊，这特定农业区袂使征收，征少呀，两年外呢？诶，恁遮人拢有当领公费安尼，逐个来开会拢领公费，阮遮人在家己出钱呢，台北控伊，所以讲阮即个无公平的。但是我讲实在啦，讲也无效，敢若狗也袂食呢。公公妈妈啦，是等下要做人客啦，无你无人吃。所以有当做悲哀，就是讲这是什么政府啊？所以我一届足生气，我打电话林生林宗生的秘书，我来甲骂，因为我的陈情书写好，伊阁甲我回去哦，不要管政府，啊，阁受访者是不要管政府，啊，阮是啥物？好，了甲骂我讲，我今仔就是有代志，我甲恁中央讲，恁中央无材料做。哦、你行政也袂见晓，你领阮的薪水，你办会收少条，恁这人，行多看报纸来吃茶哦。说真的，我讲你也实事的，对无？你中央要怎爱？你行政要怎爱？你农委要怎爱？其实农委会，阮里长也叫个七八，我里长个七八自杀。你凭什么？你有什么凭人去对这农委、这农民、这土地？你农委会本来是农民的父母官，你敢唔敢出来讲话？你是装笑的，无你干哪边？哦。所以我是感觉，歹势歹势，我老骚啦吼，啊讲也无效，但是若是有效啦，骂也有效，加在阮无征收，所以原报做新闻的，就是规个拢无气格的，大部分也够气格，足侪拢有气格，所以原报是一个好所在，敢那写原报拢有得奖，这是真的是啦，啊，你看父亲也是嘛吼，其实有时候真的很幸运的就是。很多人都有這個共鳴，就是說土地的老人，我們的子孫都好處，其實我們都要吃飯，我們都要吃這個土地，所以我們只要大家收我們的本分來做，你做你的教授，你做你的官，我們做我們的餐，說實在大家都很快樂很幸運，但是很多人都沒想要做，都帶我用比如以為就錢人之外，這是有比較，我看你比較不公平，但是不公平也沒辦法，反正說不知道有沒有，我很感謝你今仔日当实在遮侪人，今仔恁遮人拢是台个，咱台湾社会正个顶尖的人物，恁遮人拢是足有地位的，毋是讲遐低头，干那样讲话遐骂人，村拢袂样，足歹势。啊，足是多谢恁即几年来拢搭把手，我听你讲，我拢足无机会通甲大家说说，啊，但是今仔多谢恁大家，啊，若有机会，较来阮来食新粿啦，食新粿免钱，但是人过顿个就爱钱啊。机场 A 七遐规片听甲村领导吼，所以七月九号因遐机场 A 七的即只村领导即个活动，七月九号因要办一个活动，啊，我们请徐勇小。